我感受到仲天的灵力正在愈发强大，只要一靠近他，便能感受到一股巨大的灵力在游走。我真担心他会承受不住。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必经的劫难，也许千妹这件事情就是仲天必经的劫难吧。看他如何渡劫了。上轩说过，仲天和千妹注定烽火交织。 纠缠不休。对了，我最近一直在查天恒的下落，可他却如同消失了一般，没有半点踪迹。可越是这样，我心中越是不安。听说千妹，她的预知能力已经修炼得差不多了，或许我们可以尝试让千妹预测一次。 如今千妹尚未成年，且是带伤之身，尚轩不分日夜的给她疗养。此时，千妹还不宜动用真力。也是。 今日千妹成年，她终于可以选择自己的性别，也不知道她会如何选择。七神之中，仅有我这么一位女子，我倒希望能多个妹妹。不管是男子还是女子，只要是能守护神域的封神便好。我也希望是个妹妹，我们神殿里再添一名女子也好。嗯，我也是。 千妹，见过诸神。太好了，我们又多了个妹妹。千妹，从今日起，你便正式入住神域，成为神域的封神。谢谢尚轩哥哥。千妹，这是我从银河系的一个星球求来的鸢尾花的种子，往后你在神域也可以种植了。 我原本就想，你应该是个妹妹，所以这份礼物还算恰当。又和哥哥对我最好了，千妹。仲天，你的礼物呢？ 我没准备礼物。什么？你没有准备？你明明知道今天是千妹的成人礼。
大家都准备了，偏偏你没有，你什么意思？没事没事，没有规定成人礼必须要送礼物的。仲天哥哥每日看守结界，守护神域，已经很不易了。对，有没有礼物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七神团结一心，共同守护神域。仲天，你又何？算了吧。谁在这里啊？原来你便是生下来就瞎了眼睛的风神呢、啊、真是难得，万年孕育竟然是个瞎子。听说你有预知的能力，那你预知一下我是谁。你到底是谁？竟敢来我封神殿撒野！天恒，我一直在找你，没想到你自己送上门来了。你受伤了？我没事。仲天哥哥，你刚才一直在这里吗？我先走了。仲天哥哥，少轩，少轩，仲天，你来了。天恒刚刚闯入了封神殿，前面没事吧？可惜没能抓住他。我们在明，他在暗，万事还是得小心提防着他。少轩，为何我的灵力变得越来越强大？而且今天我又伤到了前辈。前辈受伤了，那你是不是也受伤？你看，
或许是你日夜休息所致吧。是吗？若无旁事，我去看守结界了。去吧。中天，我大限将至，神域要靠你来守。你呀，就好好休息，什么也别想，什么也不许做。佑和，你一会儿好好看着千妹。都是那个仲天的错，他明明知道控制不好自己的火王之力还贸然行事，他明明知道自己的能力有可能伤到千妹还一意孤行，现在可倒好了，把千妹伤成了这样。佑和，你别胡说。我说错了吗？佑和哥哥，真的不是仲天哥哥的错，都是我不好。要不是我看不见的话，我怎么会不知道天恒来了呢？千妹，你总是替他说话，要是我在的话，绝不会让你受任何的伤害。当时情况一定很紧急，如果不是仲天及时赶到的话，你认为千妹还能在这里跟我们说话吗？我只是就事论事而已。他身为火王，除了伤害同伴，还做了些什么？那你呢？你为什么不提前感应到，提前过来救千妹？我不是已经到了吗？你是到了，可若等你来，千妹只怕早就被天恒掳走了吧。你什么你？有问题吗？佑和哥哥，皓月哥哥，你们别吵了。看在千妹的份上，我懒得跟你计较。你可以跟我计较，我们打一架，我一雷劈死你。你找死你！住手！都给我闭嘴！我受伤真的不怪任何人，都是我自己要逞能，想要封住火势，帮助仲天哥哥，没想到反而伤了自己。好了，千妹现在需要好好休息，你们两个要打出去打，别在这儿争强斗狠的。千妹，那你好好休息，有什么事情的话随时叫我。好的，谢谢佑和哥哥。华城姐姐，仲天哥哥他没事吧？你放心吧，他没事。华城姐姐，你有空的时候能不能帮我去看看他，看看他是不是受伤了。你呀，自己受伤了还惦记着他，我真不知道该说你什么好。真的不是仲天哥哥的错，华城姐姐，你相信我，我身为四风之神，拥有让万物再生的力量，我只要多休息几日就能复原的，你放心吧。但是仲天哥哥他不懂，他平日里寡言少语的，内心一定会自责难过，你帮我去劝劝他好不好？我很担心他。千妹，我实话告诉你吧，其实就是仲天让我们来照顾你的，你受伤了，他不知道该怎么照顾你，也不知道该怎么表达，所以就让我们来陪着你了。真的吗？嗯。所以仲天哥哥一直在暗中保护着我，在我遇到危险的时候，他永远是第一个赶到的，对吗？千妹，你对仲天似乎格外关心。从小我就能感觉到，每天夜里都会有个人以灵力助我修行，虽然我看不见，但是我可以感觉到，那就是火之灵。千妹，告诉我，你对仲天是不是已心生爱慕之情？
烽火相知，我只是担心仲天哥哥，没有别的意思。好了，你不用紧张，我就只是问问而已。你快躺下休息吧，我去看看你的仲天哥哥。千梅，对不起，不是我不愿意靠近你，而是害怕伤害你。这上万年来，怎么也没见你送我个礼物啊？你怎么来了？是千妹让我来看你的，她担心你是否受伤了。我没事。当真没事？那你为何不将手中的金簪送给千妹？我本来就没有打算要送给她。是吗？是你原本没打算送给她，还是当你看到千妹性别的那一刻临时改变了主意？我完全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鲛人族在成人礼时可根据自己的心愿选择性别，而她却偏偏选择了女子的身份。那是因为千妹早就知道，这些年一直守护在她身边，以心助境，帮助她恢复神体的人，是你。不，身为守护神域的神，应当以天下为己任。七神各司其职，但火与风的力量，注定无法相互接近。一旦接近了，就会产生毁灭之力。就像今日，我俩原本要联手，但我却误杀了他。我之所以没有送他礼物，是因为那是我们不该企及的距离。我既然无法好好保护他，就应该远离他。仲天，你错了。千妹从小目不识物，可是这些年，你可曾听到她有过半句怨言？她的坚韧非常人可以想象，风助火势可毁天灭地，但也可和风裹火，温暖万物。你大可不必这么封闭自己，拒人于千里之外啊。不，华成，你想错了。身为守护神域的神，不该有的私心烦念就不能有。可惜神也是人，是人就会有感情，不管我们承不承认，他来了，谁也躲不掉。尚轩，华成，这么晚了，为何还不回殿安寝？自从天恒一战后，我便一直见你神色倦怠，我担心你啊。啊，我没事。我只是担心异族之事而已，毕竟天恒还未找到。当真只是异族一事吗？是。尚轩，华成，放手。过了这么多年，难道你还看不到我对你的心意吗？看不到，也不能看到。
为什么，尚轩？这数万年来，我们七人相依为命，只为守护整个神域。为了整个神域，我愿意随时牺牲自己的性命。可是，为了神域，难道我们就不该有七情六欲吗？我从未这样要求过大家。那你为什么不能接受我？华城，从我诞生的那一刻起，便只为守护神域而存在。我没有资格去爱一个人，我唯一的挚爱便是整个神域。我身为众神之主，若心有偏颇，将会给神域带来劫难。华城，放下我。尚轩，我多想走进你的心。神域的事，还有我们大家，你不该一个人独自承担。尚轩，不管你爱不爱我，我都爱了你数万年。近来，我的水之灵力正在慢慢消散，我们大家最终都会化为虚无。虚无是宇宙万象之源泉，是万物之归宿。可我舍不得你，真的舍不得。仲天，小心仲天，他会带来毁灭的。谁？为何刚刚我听到警告声，提到了仲天哥哥？难道是仲天哥哥有难？毁灭？是谁会毁灭？谁？是谁啊？回答我！仲天哥哥，是你吗？仲天哥哥，你在这里对不对？我就知道是你，我已经感受到你的火王之灵了。仲天哥哥，你出来啊！仲天哥哥，仲天哥哥，仲天哥哥，真的是你？你身上有伤，别到处乱跑。仲天哥哥，这簪子是你送给我的吗？我捡到的，反正我用不上，你就拿去吧。我先走了。等一下，仲天哥哥，你能来看我，我真的好高兴啊。我知道
虽然你表面上看起来很冰冷，好像拒人于千里之外，但是你的内心其实是很热我们每个同伴的，对吗？我明白，你不是一个冷漠的人，我能感受到的。随你。仲天哥哥，你送我的礼物我很喜欢，虽然我看不见，但是我能感受到这簪子中火王的力量。我知道这一定是仲天哥哥亲手用火之灵力打造的，我一定会好好珍惜的。仲天哥哥，你能帮我带上它吗？仲天哥哥，仲天哥哥，仲天哥哥，你明明对我很关心，却为何又对我如此冷漠呢？诸位同伴，结界的封印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越来越弱了，天恒在逃，异族对神域虎视眈眈，情况不容乐观。我身为众神之主，需要你们的力量助我彻底封印结界。小轩，有何吩咐尽管说来便是。没错，保护神域是我们的天职。好，眼下我需要休眠一段时间，去感悟虚无的力量。待来日出关，我就能悟出永久封印结界的办法。只有这样，才能让神域免于战争，永保和平。我愿为护法，守护在你的身边。我也愿意，我愿跟随。少轩，有一事我还有一些疑虑。你说。你闭关时间若短尚可，但若时间一长，我怕天恒会伺机发动战争。你的顾虑也是我的顾虑，这也是我迟迟不愿做这个决定的原因。所以我需要你们六位齐心协力，不分昼夜，轮流值守结界，以防天恒突袭。你放心，我们绝不会让天恒有机可乘。没错，就算他们来了，也让他们有来无回。我们六神轮守没有问题，只是千妹她伤势未愈，又无战力，不如我们其余五神轮流值守便好。没关系的，我可以的。轮守结界关系重大，绝非儿戏，你去又能做什么？没错，这次我倒是同意仲天的意见，千妹确实不适合轮守。千妹，你就留下来帮我们预测就好了。不行，身为七神之一，我绝不能在关键的时刻逃避责任。你，千妹也是七神之一，也是我们的重要伙伴。我相信千妹能够担负起守护的职责。是。好，那便这么定了。希望各位齐心协力，保护神域。是是。帝云，你随我来。仲天哥哥，你是真的认为我会拖累大家吗？没错。仲天哥哥，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这样对我？千梅，千万别理他，他就是这个臭脾气，又自私又冷漠。游河哥哥，我想仲天哥哥他肯定不是故意的，他肯定是为了我好。哎，千妹。喂，幽河，千妹都能懂的道理你不懂？你懂吗？懒得理你。
千妹。这是幽河最近研究花木新研制出来的茶，味道不错。好。的确不错。帝云，你坐，我有要事跟你商量。尚轩，你为何如此虚弱？我没事。如果你真的没事，为什么要闭关？为了封印天皇。难道以我们七神的力量都不足以封印异族吗？天恒始终是个隐患，我的预感越来越强了。帝云，你是我一手带大的，万一我……不会有万一，我信奉的神之主只有你尚轩，如果你不在了，神域对我来说便不再重要。帝云，我们终将会有消散的那一天。如果有一天我真的不在了，你要担负起守护神域的责任。尚轩，如果你不想让这个神域万劫不复，你最好以后不要再说这样的话，更别想着拿自己的生命去拯救神域。因为如果没有你，我一定会毁了他。帝云，神域对我来说很重要，我要你替我照看着，别让我的子民受伤，答应我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会照看好的。不过你也得答应我，永远不要离开我们。暂时的分离是为了更好的相聚，还有华城最近的水之力有点虚弱，你修炼之余要照看好他。其实我感觉华城对你有情。你想多了，神域最近隐忧不断，这些儿女私情以后就不要再提了。神域和诸神就交给你了，别让我失望。数万年来，我唯一的挚爱，这一世，我只要你平安的活着。再相遇不复期，回到初遇那一刹，刻你在心上，生死一瞬，咫尺天涯。我愿燃尽一切，只为能够守在你身旁。愿此生情长，不负时光。
华车。皓月，你怎么来了？大战在即，你还好吗？我还好。你怎么了？冥冥当中，我总觉得我们要分开了。皓月，你怎么会这么想啊？你不要动，让我抱一会儿好吗？就一会儿。皓月，你别这样。数万年，我一直爱着你，默默地看着你。你开心我也开心，你难过我心如刀割。可是一直以来，我都将你视作我的朋友，我的伙伴。我明白，这并不是男女之情。而且我的心里，其实一直有一个人。但那个人并不是你。那个人是仲天吧？不，不是仲天。真的对不起皓月，对不起。好，我明白了。这是我的心，我不会强求你回应我。仲天，躲在一边看笑话，有意思吗？刚才的话，你都听到了。听到了。难道你就没有什么想要问我的？没有。你的心意，在你心里的那个人，你当然有权利把它藏在心里。等到你自己想要说出来时，你自然会说出来。谢谢你，仲天。你来这儿所谓何事？我想再跟你要一些寒冰。可如今千妹已经顺利成年，你已无需再耗费自己的元神来供养她。仲天，不要再这样苛责自己了。事实上，这些年的修炼，我的力量已经强大到可以保存自己的元神。但眼下我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很不稳定。